开始了啊！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电影不无聊，电影有的聊。我是喜儿，我是有女朋友的金刚。你怎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友台，我这句话就是说给他们的2.5主播二瓜说的，祝福他，祝福他孤独一生。是这样哈，那个上我们的友台照常不误呢，在他们的上期节目里，对我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示爱，示爱，对。对，帮我们宣传了一下，所以我们其实在这边也是要感谢他们一下，因为那个也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我们和他们有一些听友就是重叠了，对，现在已经开始有交集了，对，然后也许有一天我们俩不是我们两个友台会做一些节目，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喜欢。对，好的。那个进入主题，那个今天我们请来两个录音词，那个下面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啊。对，你们打招呼吧。说呀。大家好，我是近藤局长。大家好，我是狗狗仔。我说他俩这个怎么这么那个害羞啊？没事，一会儿说着说就好了啊。对，那个这期主要是请来这二位，主要是。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电影工程里边配音，就是整个电影这么写作业里边关于声音的一些，对对对，因为他们都是那个电影电视里边专业人士嘛，对对 对, 对，给大家讲解一些这个幕后好玩的东西，还有咱们不知道的这些技术。对，就是说怎么这个同期和后期他们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大概给大家说一下。然后这个狗仔可以先说一下剧组这些构成吧，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剧组都有干嘛的，有什么部门，他们的职能是什么。剧组就是有最重要的导演组，然后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场记也是属于导演组的，就还有副导演、导演，然后呢。然后摄像组，灯光组，录音组，服装组，道具，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制片。啊、制片，对，也不是你们不是最重要的吗？都很重要。因为制片是管钱的呀，我们有什么东西都必须管，就花钱就直接找制片了。制片是管钱的还是黑钱的呀？都有是吗？我怎么觉得是黑钱的？就本来就是黑钱的。对、对。那你们是属于刚才你说录音了吗？说了呀。那你们我刚才少说一个那什么化妆。化妆。美术。没有。没有美术。美术中国电影没有美术吗？就我们有。美术是舞台的吧。有。谁说没有的呀？美术他们都是比如说今天这个剧组要到一个地方去拍戏之前，美术组都是先于整个剧组到，先于整个剧组，就是在整个剧组到之前，他们基本上就挪到下一个场景去接着布另一场的那个，就是说另一场的布景了。那一代宗师里面张淑萍就是这么一个角色是吗？我没看过一代宗师啊。好，是那个你们是录音的是吧？就是你们叫录音组是吗？对对对。啊，那你们这个职称是什么呀？就是录音师啊，录音师。那你们这个录音的过程中有什么趣事吗？好，他们的经验比较少。那什么吧，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对，咱们那个慢慢聊那个咱们那个电影类型问题。对，咱们帮那个大家问一问那个就是大家不知道的或者感兴趣的这音效是怎么做出来的。对，就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对，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帮大家问你们一下。比如说那个，哎，我就是那个，因为，你们也知道那个我玩吉他，虽然玩的也不怎么好，那个我买了把新吉他，那个墨芬，买不起美芬，然后我就拿那个接那个失真啊，然后就划那个6弦和5弦，就那个那种声音，就跟那摩托车似的，我觉得那特酷，就我是不是那种汽车啊，或者是。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在一个那个变形金刚的那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宣传的这个动效方面的一个视频，就不知道大家就是看没看过这个，如果没看过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就
一找就能找着。他们这个当中就有一段是那个配汽车的时候，就用那个电吉他去，然后用改锥划那个划那个弦儿，然后就出现那种声音。嗯，其实他们这个就算是比较有创意的那种感觉了，因为国外的东西嘛，就钻研，大家钻研的比较多，而且就是大家兴趣都在这儿，但是。说实话，在中国的这个电影里边啊，这种声音呢，大部分、啊、很糙的，都是也不能说很糙，嗯、就是嗯，大部分都是、就是、人家已经国外已经录好，中国拿来用，对，当素材是吗？对，直接素材。我原来不是也剪过片子吗？然后那些素材就是上那什么素材库啊去搜这个。那就是那音乐特傻逼，然后那个他们拍电影电视那种，嗯，他们那个素材就应该，我反正我看电影，因为我不知道啊，就是觉得还挺专业的。就是关于声音的这些素材库，是就只要做声音的这些公司呀、啊、什么，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素材库，就是非常非常全面。是你们平时会去就是捕捉这个，然后。是这样的，就为什么你当时剪片子的时候那个素材你觉得东西特别次，嗯，因为就是虽然说中国这个啊，就是大家不会，比如说我需要一什么声音，然后我就直接去录去，但是就是中国这些东西稍微讲究一点的公司，就不能说稍微讲究一点，就基本上所有公司他们的素材库都是买的，就他也是买的，他那个声音效果肯定比就是咱们普通在网上下就免费下的那种要好得多，嗯，好得多得多。哦，那比如说就是说科幻片吧，类型说哈，就科幻片里面那种就机器人穿衣，比如说钢铁侠，他那个穿他那装备的声儿。嘎嘣嘎嘣那种声儿，那应该是做出来还是模拟出来？那个其实如果要按国外来说啊，就是我也没经历过国外的那个，但是我想啊，肯定是先录完之后，然后再去、嗯、再去拿到电脑里边去做它，对、哦，才出现那种声音。那像那个蝙蝠侠那种，他那个、嗯、他那车、嗯、蝙蝠战车，嗯。和他那个飞行器，他那种真实捕捉的吧？那是那个不是他那些音效啊，都是离近点，就是有先录一些声音，他会拿合成器或者什么去改这些声音，改成那种效果。哎，那你说那个你们知道那谁吧？基米就那个搞化妆那 gay 吗？不是，就是那个亨德里克斯。他不是就是对这个合成器研究特深吗？就是影响了以后的那个摇滚乐吗？那我觉得你们说的那些搞配音的那些研究合成器这帮人肯定也都是大师了，是吧？嗯嗯，那个哎，想说一下那个什么，我觉得反正我个人挺好奇，就是那个变形金刚那个说话声音还挺逗的，就那个 Transformers 那个，嗯。哦，那个直接都是就是那个他直接人声收录完之后就直接拿到那个软件，对，软件里边他有对于针对于声音，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效果，就是你听就直接挂上一效果就可以出来了，就跟电子琴那个什么这个风笛效果，那个什么钢琴效果，那是一个意思，是吧？不是，就是你听有些歌曲啊，他那他、嗯、人声也是那样，就有些歌什么。那种电子声就是拿那跟那是一个道理。哪种？你学一个。我没有那么高的嗓音。哎，那个功夫片里面，像那个比如《卧虎藏龙》那种，他那个，哎，不说那个，比如那个功夫，周星驰的那个，它里面有一个狮吼功，包租婆的那个，那个也、那个，对，那个特别浑厚。那个我觉得啊，我猜测啊，就是跟刚才说的那个是方法也是做的，是吧？就这种类型都是一样，对，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就发出这种声音呢？是吧？那恐怖片里面那种，就是这个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特别安静的时候，有一些小动物跑过地上声，比如恐怖片里面不是经常有那个什么下水道有耗子什么的，然后这是咱们平时可能听不到的声音，就是在正常生活中咱们不会注意到的声音，然后在恐怖片里面这个声音非常明显。这个是把他的声音把他声音录来，然后把他声音放大了，是吗？啊，对，这个就要提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咱们在那个做电影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就是录就是咱们就是本身人是不听不到这声音，然后在电影里边他会就给你放大特别夸张那种声音。对对，不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咱们这电影，就是你别看他最后声音他是就是你听到那样，但是实际上他做的时候是非常麻烦的，他会分成很多很多的部门去做这个声音。嗯，就比如他做这个声音，他有就是台词组，就专门是制作人声的这种声音，然后他有效果组，效果和这个咱们听到动效其实是两回事儿。声音效果和动效是两码事儿，动效一般是我可以直接录出来，然后就可以用的声儿，但是效果呢，是我录出来需要做，或者我直接就是往上贴那些我录不出来的声音，那个叫声音效果。除了这几个部门，还有什么环境啊，什么那些部门，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有的东西不是捕捉不出来吗？对对对。然后那个是不是就是你需要拿一些就是相似的一些东西，就是那个撞击啊，或者怎么样去模拟那些声音？对对对，有吗？你有做过这个吗？有有有。就比如说，就是说一个大家那个什么，就比如脚步的声音，嗯、就比如那个你看片里吧，有人走在那个雪地上，嗯、就嘎吱嘎吱那个声儿、嗯，那个声儿，其实我们在录的时候啊，就是它呢是用，是你用一个袋子，然后往里边装满了那种淀粉。直接用手压或者用脚踩，它就会出现那种声。就是、你得跟着那画面一下一下压。对呀，那电影对就是那样。电影里边，比如说我们脚步都是分着录的，就比如说一个电影一小时90分钟吧，然后我们的脚就是一条一条，比如说两个人在走，在电影里边录的时候，就是我先走这男的，再走这女的。就这么走，哎，那男的和女的应该脚步还不一样，肯定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那种千军万马的那种呢？千军万马其实是群脚步，就随便踩，胡逼乱踩。对，就是胡逼乱踩。有那个群众演员去给你们搞这个吗？不，就是一般进能就是都很专业的人。进棚里边其实就两三个人，啊、你没不能进那么多人。啊、你别忘了，你进那么多人，虽然他脚步声多了，但是他其他。他杂音也多了，不是不是。他如果在雪地里走了半小时，你就得用手插淀粉里扑哧扑哧半个小时。不是用手插淀粉，是揉那个袋子，就你一定要找那个没有布声的那种袋子。但是我觉得不会有电影他们有半个小时的雪地的脚步声。那你们这个工作等于说挺辛苦的哈。是因为之前我听你说过，你这个也不是干什么了，模拟什么声音了，然后回家满身都是沙子。哦，对，就是那个《就金陵十三钗》里边有一段是那个、那外国人从那个上面掉的那个，掉的一个面粉的那个大金属的那盛面粉的那大缸里头。哦、然后我们呢，就是因为你那个面粉那个声吧，你要是配的时候。你那面粉它是出不来那么宏大的声音的，就所以呢说你要是让大屏那么大个的在电影屏幕上那么大个的屏幕，你就不能就出来那么小声，说什么这什么玩意儿都听不见，所以就是我们就把那用沙子和面粉混合在一起，然后之后就弄了两个麻袋那么大的那个东西，然后用一件军大衣。去抖、抖就出现哗的那种声音，就整个身上就全都傻逼了。对，那像你们这种就是你们这种工作，你们公司有洗澡的地儿吗？你们老需要就老可能身上会很脏啊。没有洗澡的。不会他妈天天有这种镜头出现。对对，天天有这种镜头就直接。哎，那你那会儿那个问我就是哪能买康熙里面陈汉典那种高跟鞋，就男的能穿的高跟鞋，那个是干嘛呀？对，那个就是其实就像刚才说那脚步，就是女的，那你女的穿那个在电影里边，她出现女的穿高跟鞋的那个场景，那你不就得出那身你就得穿吗？可是你刚才说这个男的跟女的雪地里走的声肯定不一样呢。对，男的和女的声啊，差别就在男的的声一定要大又重，就是你得把男的那种重量感给走出来，女的呢就会就对就轻一点。其实按照这个电影里边的这个说来说，就是你在大荧幕上
那么大个儿荧幕，声音一定要到位。一般一个男的的体重，嗯，正常走路录出来就跟女的走路一样。所以说男的走路一定要特别的，那等于说你们穿着高跟鞋模仿女的走路的时候，等于是就是一个特别骚气，永远不可能不想被我们看到那个一个动作，对吧？对，那当然了，有好多都不能让你们看。哎、那你是只穿高跟鞋，还是连裙子也穿？没必要。那是不是更能那代入感更强一点？对，下回可以试一下。嗯，呵，你还没好。然后那个什么呀？就是说到那个恐怖类啊，就是里边反正那个怪物，反正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嗯，像那个就咱们之前，对咱们之前不是都说到吗？林中小屋里边那么多怪物，那么多，那怎么弄啊？那么多那种怪物也是做出来的吗？也是捕捉人？也用啊？你说那软件？这种，我觉得不知道，狗狗仔知道不知道这个？再说一遍，你怎么怪物那声怎么出来的？叫唤怪物叫唤啊！对，尤其是好多怪物一块儿叫唤这个。这个呀、啊，其实就是它声音是有这叠加的、哦。然后呢，比方说，咱们先不说怪物啊，就比方说这雷声，雷声里边、嗯、其实做雷声，我们之前做这雷声，它给里边还添什么老虎叫呀、啊、什么的，就各种这种声音叠加到一块儿会出现一个音效。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嗯、你像怪物声它就可以用各种的动物声来叠加，那你怎么知道就是用哪种动物合适呢？是啊，就得不停的试。对对，我太酷了。那一般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东西，对吧？然后你用各种的不同的声音，你试大概要试多长时间能试出来你想要的？那你会不会用长颈鹿叫唤的声做试？会了。长颈鹿怎么叫？我还没听过。那个局长可以学一下。这个王思瑶比较，不是这个狗狗仔比较擅长。是那样学学那种事儿吗？不是。哎，长颈鹿啊，真用过长颈鹿吗？啊，长颈鹿应该不会叫，不会叫是吧？真假的？因为哎，我怎么没听过长颈鹿叫啊？没听过多了，在《少年派》里面那种就比较简单的了哈，就是那就是真的了。应该老虎，老虎就是老虎，肯定直接。我那捕捉那个挺恐怖的，你捕捉得离老虎特别近吗？那老虎在笼子里啊，过去不完了。你马戏团那老虎也会叫啊，你非得到野外去找它。对对对，挺恐怖的。然后那个，就是我还有一个特好奇的，就是那个咱们就是中国那个特老以前的鬼片，就那声音都是那个，那种。那个其实有的就是有的家里边那玩那电子琴都能出现。都能出那种事儿，对，哎，你说就是像这种电影啊，咱就不说国外了，国外肯定人家就玩创意啊，不同的音乐都出来，嗯、然后那个国内他们录这些东西肯定都是就是固定的模式吧，应该有的都是，对，肯定的，国内一般都是快，怎么快怎么来，哦、因为你越节省时间，你的说明你的钱就越多呀。那个国内这做声音啊，基本上都是用素材，很少用这个录的。电影也是吗？电视是这样吗？就它有一个拟音环节，就是局长之前干那个，嗯，对，他这个就把所有的这些就叫动效，就全部都录下来了，然后你这些效果声音基本上都是用的素材，对，哦，哎，那局长你之前干的那些，就除了刚才那高跟鞋、抖面粉，嗯，不是那个那什么揉淀粉和那个沙子，嗯、还有过什么、嗯？就是用什么声音做出什么声音啊？就是比较好玩的，我们想不到的这种。嗯。你们先聊别的，我想。尴尬。嗯。对，我其实我们最好奇的，就是最想问的一个，就是就是咱们看这些毛片啊、色情片啊、情色片啊。这里面肯定都会有床戏哈，这床戏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女的肉蒲团这种呻吟的声，或一路向西这种呻吟，就找一女的呻吟去呗。那这女的就是怎么才能呻吟成那么逼真、啊？我跟你说啊，哎、用钱有点给你。其实这个我告诉你，哎，我录过床戏，我他妈也录过，我真录。
我他妈真也真的，乐什么声？哎，行，我录什么舌吻的声儿？是不是？就是我真录成去。就之前有一戏，就是大概这剧情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事儿还挺有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小孩看见从门缝看见他妈跟别的男人偷情，哦，就这一个就是录这一桥段，然后呢，因为他们是通过这个小孩的第一视角去拍这个东西，所以说摄影包括导演他们都在门外边，因为摄影机要从门外边通过这个门缝往里边射，往里边那个射是吧？往里边这么多人，然后呢？然后呢，我录音，因为那剧组比较小，录音就我一人。然后呢，我录音必须进去，因为远了不是录不好吗？然后录音就是那房间里边，然后就有一女的，一男的，就给你演呗，是吧？对对对，等于我就现场看这毛片。然后呢，也不是毛片，就成戏成戏。然后呢，那你值了吗？值了，值了，不告诉你，那我都明白了。不是，这录的时候啊，这男演员、女演员跟那儿，然后他们就是肯定不是真的嘛，肯定不是真的弄，然后就在床上，然后他那个导演要求就是那男的要露一腿在那个被子外边，啊，就露一条腿啊，对，连屁股都不露，不露，看你这还是很保守啊。然后拍的时候就拍一拍，哎。家那裤衩就露出来，哎，裤衩一露出来就穿帮，然后就来回再拍，拍到最后实在就老露出来，因为一弄就那么来回动就出来了，然后最后直接就男的就裸着在里边拍，就真来了是吧？也不是说来就裸着在里边弄，啊，就是说女的还是穿着呢，是吧？我没看见。其实他们都是就是如果要真的就是就需要全裸的那种，他们都会贴东西的。哎，我看那个，就是说那个，李安那个上一部叫什么来着？什么？就是那个汤唯是吧？色戒，色戒。说那个他们拍那片就怕有那生理反应，然后就给那个男的就梁朝伟对裹那么一圈，就是他即使直了，你知道吗？他也就是裤子看不出来，他朝上的。他又不会凸起来，那是裹肚子上还是裹大腿？那得看他的长度了，没准还围在脖子上呢，当围脖使。老黑了吧？那啪啪啪的声音是怎么来的呀？怎么都行，你都这样也行。那个，哎，这个我在网上看过一个专门配这个视频，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恶搞的还是就是毛片真的这么配，就是一男的一女的在进棚里边。就叫呗，就这么叫。这俩人对着叫是吗？对啊，就对着叫啊。然后那个啪啪啪，就是他，我看他俩互相扇逼都是吗？就是，其实就用自己的，因为他那啪啪啪不就是那个皮，就是肉接触肉的那种啪啪啪的。可是还有水声啊，有时候水声你弄点那个润滑就往手上弄点水，或者倒点黏不拉几，或者往身上都倒上，再弄一个冲的呀，再弄一个充气出来。刚导教我的。那个像。电影里面放屁的声儿，这个就有时候会有那种连环嘟噜屁，那个就有各种各样的屁，这个是素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我那儿都有很多这种屁声，这是你真实捕捉自己的吗？不是，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我小时候是看港片长大的，然后我就记得那个香港那个港片啊，就里边有很多那个镜头，就是比如说我刻画你这个人特别傻逼的这个人。要表现你这傻逼，怎么表现？就是你放屁的臭，然后声音又巨大、巨怪的声音都是。不是说屁声越大越不臭？不是，他不是咱们现在玩具有那种屁垫吗？不都可以发出那种声音吗？啊、直接用那个屁垫儿，就是那个离得稍近点。嗯，但是那个声音都是一样的，就我就。特好奇那个叮铃咣啷的各种的屁声、哦，那就你找一帮人来，谁吃他妈萝卜，吃萝卜，然后呢，谁放屁赶紧进棚放去。我操，那挺酷的。哎，你说你举个那个就是收音的那个蹲在屁股后边，然后前面人一直给你卖架子呀，用架子架上啊，然后你自己还在屁股瞄准是吧？对，瞄准。
所以这种情况就跟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屁股上憋个小蜜蜂是吧，塞屁眼里，塞屁眼里放不出来了，塞屁眼里可能把小蜜蜂封住了。哎，队长，那个不是那个队长刚才不是说那个啊，对对对，局长，局长刚才不是弄过那什么舌吻的戏吗？哦，那你说说，哎，就是自己左手亲，不是自己嘴亲自己手呗？不是你来呀，我听听像不像？对，像不像？你来现场来一下，话筒离近点。你是让我听听？嗯。等会儿，我现在没法来。你喝口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法来吗？嗯，因为这个声儿吧，录出来都特别小，就是你最后啊，肯定还会做一些处理，你知道吗？就我现在来，你那听不见，是这事儿吗？你那是你这真是毛片了，对。啊，那个什么呀，我原来在那个网上看过一个那个视频，然后里边就是说那个恐怖片、鬼片里边那个。音就环境音，嗯，就都是用那么一个小玩意儿拍弄出来的，叫一个什么窝头缝，那个我不知道是板上有好多那个，对，好多刺儿那种一碗儿，我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呀，那真是那个是吗？真的。那等于说那个东西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声音的需求了，因为它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儿，就是嗡的那种声儿是吧？就非常诡异的声儿，嗯。对，然后那个我还查了一下。说这个东西就是在国内是没有就买不着，你要想弄这个东西的话，还得去美国，然后那个去定做，然后人家根据你的需求去给你做，就是专业的这种东西，然后完了还得调，反正就是挺麻烦的，就是时间成本比较大，然后也价格也比较高，好像有一个得1000刀。1000刀。对，就那么一堆铁刺儿。对对对，嗨，我觉得这个呀。直接找一国内的那个焊工师傅，嗯，直接照这样照这样给我焊一个。但是我没见过这个，我没真正见过这东西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说实话，一般国内的像那些就是它能发出的声音啊，这些素材库里边都有，就你用不着去专门弄它。嗯，要不然咱们就给它批量生产了。其实用途也不是很广。你们这个，你们是录音组的对吧？你们录音组在剧组里这个角色是比较重要呢，还是就是你们，比如说你们，我看好多那个片儿啊，有时候就有穿帮镜头，就是你们那举杆嘛，不是你们，对，你们举杆上面那麦就掉下来了。嗯，就我看那什么。北京再纽约就是那样。对，北京再纽约就经常有这种镜头。就比如说你们在拍戏的过程中，你们这个杆儿进画面了，这时候导演会呲到你们吗？当然会了。对，非常会，非常严厉。但是也有两种情况，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直接后期把它擦掉。对，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哎，录音师比导演还牛逼。然后呢，录音师也说：“你们保画面，我们保声音，有什么不行啊？”我要摄影，我要摄影，我就说：“问题是你这麦在画面里边，我没法保画面了。”那就再来一条，那不行。所以那个你们业内对自己评价是什么来着？什么四害是什么是吗？不是，那是剧组，剧组，防文防中防剧组，这什么意思呀？就是剧组一到哪儿就给人整乱七八糟。对，四害就是地震、海啸、飓风、剧组。那你知道四黑是什么吗？那什么呀？就是想跟那个咱们那个说说你们拍那个就是录音啊或者剧组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儿吗？有，就哎，就比如说你拍鬼片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灵异的事件？其实当时拍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你还拍过鬼片吗？啊，什么时候？就你接着说。不能告诉你。说说。那个就是在南京的时候，那个什么，就是其实拍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事儿，也没有，因为大家这么多人在一块儿，剧组30多人。嗯，你没什么事儿，就是后期做的时候，因为做声音就你一人啊，就我一人跟那么大棚里边，
然后做那加那种恐怖音效，然后我加着加着自己都害怕，然后有一人只要一推门进来就吓我一跳，就自己那特别专注的那种啊。又坐他们左边，而且你坐的时候声音必须开的特别的大，对，你因为你坐你一定要听出这是有什么问题，很容易入戏呗，是吧？不是说入戏，就是勾起你的恐惧心理。那个本来就你看着那画面，然后你再加上这这么大的声音，其实大家都知道恐怖片里边声音这个效果特别重要。其实做后期啊，就是不管你做什么片都是非常非常专注的。嗯，就做声音的时候。那比如说上就是我们上上期有一个十大烂片嘛，十大烂片唯一一部恐怖片《笔仙惊魂》，像这种就是你看着都特想笑。你看着就是一般就不用说非得是哪部电影，但是它就是很烂，嗯，就是它因为在影院的观众就把它当喜剧看的，那你如果做这种特别不恐怖的电影，就拍着效果特别烂的片的时候，你还会害怕吗？会啊，就是一边害怕一边笑。我分裂了。那你之前跟我说过那个你在剧组，哎，对，就唯一可以两个唯有你独有两个人可以坐着，就是你和导演，是不是？也不是独有两个人可以坐，是独有两个人可以喊停。哦，为什么呢？因为画面不行，是导演喊停；声音不行，我喊停。哎，什么意思？等你就是他们拍的时候，你们同期要录了是吗？对啊，就比方说啊，比方说拍的时候，一飞机过来，那肯定得停。那就我们声音啊，就有几个东西必须停的，什么飞机、摩托车、电钻，这都必须停。那比如说露露你打一格，或者说也就是那个下面的人，我打一格，我自己扇我自己逼的。不是，其实你打格不一定能听见，因为话筒指的不是你。对就场外的人都没事，对，你杆那么长，你在这边打格，那边根本就听不见。其实你刚说那个就是那穿帮那问题，嗯，其实录音是怎么录音，是一个录音师还有很多助理。你说那个许刚那是录音助理，然后呢，其实录音组啊就分为录音师最大的大哥，然后就是举杆的、捋线的。对，捋线的是干嘛的呀？就后面的就是线打团了。不，对，就比如我这举杆后边不是有一特长的话筒线吗？那捋线的就是防止别人有线啊，灯光啊，就防止交错到一起。那摄影他们都有线，就捋着线。就每天的工作就是捋。对，就捋。那这个技术含量很低啊，是吧？都是一步一步上来的。哦，那如果然后我来继续说我这穿帮的问题。不行，咱们现在就说下一个。不行，说。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就是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啊，那个助理就是那举杆那个，他会带上那什么无线的耳机，这边我这边拿一个对讲机，然后会提示他举高点，举低点。嗯，一般来说录音就是。往最低压，就压到那个画框正，就离画框非常近，因为它声音越那这个杆离你嘴的声音，离嘴的距离越近，声音就越好。那越近也就越容易穿帮。对啊，所以就看你这大柱的水平了。那大柱，如果我是大柱哈，那我必须有超强的臂力，是这意思吗？因为我要一直举着呀，就像我这胳膊就举不了吧。我觉得不行。所以你才去健身的，你可以去试试。对，我靠，我觉得这个挺惨的，那是技术活，挺苦的。这你想啊，这不光是技术，还是体力，对，而且还有一个经验问题，这里对对对，经验特别重要。对，那什么情况下是就是需要你们后期录声音的？有什么情况下是在拍戏的过程中，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可以现场收声的呢？这个就是古装片。古装片一般的话都是后期配音，就是它的台词不是同期录的，因为古装片它很容易会出现什么摩托车这些、汽车，就没法穿越了，是吧？就穿了，嗯，很容易穿，所以说都是后期配。我是就是看那个有正好说一个现象啊，就是说你看那个好莱坞国外的电影动画片，他们这种基本上都是有请那个大明星过来，那个搞那个就是比如这儿有一个小动物，我给他真人配音，都是请那个大明星。但在国内的话就不一定是大明星。对，国内这种配音演员就还是地位不高，是吧？不是，他不重视这个。不是也不能这么说。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我们那棚里边有一配音演员，一年他妈二三百万，这么多，地位高吗？他配广告那帮特别高。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能出来就特难。你比如说，就是他不一定要出来，他作为配音演员，他让观众知道的不是他的
长相，是他的声音。对，就比如说周星驰、那个，对，班渔，对。其实配音界这些有名的，大家就是你只要是一个配音演员，这些有名的你都知道。他是拿声音说话，他不是靠脸。我意思啊，就是说，你想啊，这么一个人，他能配很多种声音，嗯，但是他怎么就是用你啊？就是说这条路很难走嘛？对，这就跟你们做设计一样了。这么多人为什么我是工程师我是设计、哦、我说就相当于就是跟就是这跟所有的这种技术工种都一样，就哦这么多人都做这个、嗯、为什么他用你，这就是相当、就是、这就跟好像你自己的水平了，对这与人脉有关系了，这就跟那个专业就是那有潜规则吗？录音有潜规则，没有潜规则就是跟你们睡也没用是吧，潜规则一下你的助理哎，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录音的一大咖对吧、有一个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想入行对吧，然后你就可以潜他呀，那就得你跟我混，我潜你跟我混对吧，他潜我为了干什么呀，他是干嘛潜你，他你潜他、我只是潜一下为了举杆但没有必要就为了能像你一样啊，对，就对柱状的形状感兴趣。那一般我看看了我干什么呀，不是，一般录音很少有女的。哦，对，因为有臂力是吗？不是，录音这声音。哎，那是不是录？您录音界 gay 很多吗？后期女的多，但是同期跟剧组的录音师女的很少，都不搭那茬儿。这一就比方说，不是就咱们现在拍戏，这我是一男的，他是一女的，我活可能还没他好呢。嗯、这制片什么活？就是。你觉得呢？什么呀？这制片就可能不会要谈，因为她是一女的。哦，嗯，比较歧视。但是制片可以潜人啊。对，制片就可以无限潜，制片可以无限潜，还有投资方潜对吧？对，片方。对啊，那个什么呀，就是说。正好您在哈，那个也许咱们有的那个听友啊，他就喜欢热爱这行，嗯，那应该怎么去学习啊？我建议不要学了。哎，我太辛苦。你们当时学的是那个音工是吧？音乐工程吧。他是音工，我是音导。音导全称是什么呀？音响导演。其实他是搞舞台的。对，其实我们应该是搞舞台，他们是那个录音棚，都跟影视其实没多大关系，但是我没有影视课呀、啊，我们也有。哎，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原声是《勇敢的心》的原声，就是说你们当时有就上课的时候，苏兰风笛，对，特喜欢。你们上课的时候老师提到过这个吗？我操，这是饭片，这个就是教科片，任何一个学校的录音工程的专业的都会。哦、那不一定，这个片在这里边行业特别牛啊，对，经典，不是说行业特别牛，就是一般上课呀都会用这么就那么几部电影，一般都会讲什么《辛德勒的名单》，那个是完全是教科片了。就是说，你们就是看片的时候就去关注这个声音方面的东西。对，是哎、那他这个应该是。配乐这块吧，应该不是音效这块吧？啊，对，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声音和音乐是两码事儿、嗯，就是它其实是完全是两码事儿，因为音乐就完全是音乐完全是针对后期的了。你声音有同期，也有那什么呀？音乐有同期，什么呀？有原音乐？不是，近点。是这样，就是你虽然音乐有同期，但是我录，比如说你想说的是那种，就是在这个环境下，我要有这样的音乐，然后我去录出来，是吗？不是，我所说什么呀？就是有些他这些片子啊，有些是地方的民，就比方说我之前有一个有一部戏，然后是在叫清江浦，就是接触，然后这戏是讲的是他清江浦是一个地名，然后就打响这抗日的这第一炮。看来你这是一主旋律、啊。别说他妈说正常。然后呢，然后我去跟这个那是陈小春演的。陈小春为什么要演这种片？你先告诉我怎么他妈的？陈小春演的是一个厨子。你告诉我怎么他妈就我说就哪儿不对了？啊、就我跟那什么，你着什么急啊？我跟那个什么，我跟那个作曲就去当地去采这个。当地的这个民间的这些音乐了呀，
要是就那在剧组里边，那也是是你是在剧组里边，那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个也不能叫做同期吧？不是，对不对啊？不是你是跟着剧组，但是这不能叫做同期啊。就是说我这个剧组在拍的过程中，我有你什么时候踩跟我拍摄没有任何关系。我说这声音跟音乐，它音乐也属于声音。哎呦，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音乐和声音给作为一个东西去看它，其实它是两码事儿，就是制作工艺是两码事儿。对啊，对对对，那是不是说，就是人声啊这块是我同期录的，然后后面配的音乐或者这种效果是后期添加的。在中国来说，对，中国咱跟得分区域，在中国来说啊，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同期就只录台词，台词录的牛逼就牛逼，嗯，也分电视剧和电影，电影可能会录立体声，录这个环境声，嗯，然后这同期基本上这些都不是很注意，只录这个台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到后期去做。对，只要词儿清楚，对就得。哎，那个广电总局对这方面没什么要求吧？这个我有啊，广电也有，有给广电的，你是说是就是广电总局对你们有限制吗？有些计审声音不行，就也计审不过。怎么叫不行、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标准、啊？你们这是？就比方说你这声音爆了、那直接就肯定过不了。那你们这主你那你、那这个是合理的吧？就是有没有不合理的？咱们不合理，那好像没语言。不合理就是说也说不合理吧？不合理就是你说的话是不合理的。对，题材不能反，太脏是吧？你不能反是吧？还是你的内容很多内容。哎，那你说如果一个电影啊，比如说我这个画面是那个就是特别激情那种，然后然后把这画面抹了，只有你们的声音，那能过吗？没话就是听啊，然后怎么可能听完了就是说能过吗？前面俩人跳舞挡着。说什么？这个哦，还有一个就是电视跟电影这个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在你们做，就是你们做这个录音的时候，有我感觉电视是不是糙一点、啊？有太糙，糙太多了。怎么个糙法？就拿我之前那个配动效的那工作这么说，我们配电影，脚步点动点动，就比如说我拍你一下，然后我那个动一下杯子，碰一下杯，这要点动。然后呢，脚步就是纯脚步，然后还有一个是摩擦。电影就分这三个，我每一个都得从头到尾重新录，而且电影我录一天，我也不一定能录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但是电视剧怎么要求我们？电视剧一天三集四集。一天是全部的三集和四集啊！我刚才说电影的一天录十分钟二十分钟，那是单的脚步、单的点动、单的摩擦，摩擦也不说，摩擦一天就完了。为什么我不太明白？我没弄过这个。因为他电影啊，你不能把它就是因为电视剧，你可以把声音都叠在一起，他最后他混的时候他要求没那么高，但是我电影呢，就比如说。我单条录什么就对脚步就只录脚步对脚步只录脚步、对对对脚步只录脚步点动只动点动我就摸搁一下这杯子我当时录过你录您的时候我就看您是跟里边手脚并用手着跟那倒着水脚跟那踩着脚步你那是电视剧电视剧就那样我左脚穿男鞋右脚穿高跟鞋然后前面摆一桌子桌子上什么都有旁边有一门。然后呢，这边就无限的关门，然后那边拿杯子，那边拿纸写字，就一起就全来全招呼。我觉得这个喜儿挺适合这个工作，你不是有多动症吗？那他妈累死我，都成那个杂技演员了。这个，所以你那一阵儿特别累哈，整个人就是超负荷了哈，等于身体上超负荷了。其实这个电视剧啊，倒还好说，因为你电视剧你这么来动，其实时间过得也挺快的，就是挺难熬的。其实电影，因为你这个画面，你为了配合他这声音，你有可能会去重复的录的，重复五遍、十遍，一直重复，一直声音不对、不对、不对。嗯，那投资少一点的小制作的电影，小制作电影跟电视剧一样，就对哦，就是你们的水平，就是这个要求也不一样，是吗？
对，因为差别太多了，给多少钱做多少活啊？这个在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资金各方面是很大的成本吗？就是说声音方面，对，就是录音，不是，对，是声音方面成本。对，那岂不是就是说，即使这部片子是个小投资，但是还是能做出好的音效，是吧？只不过你不愿意。其实只要你肯花钱，嗯，您想拿到美国做去都成。对。我说的这也只是在国内，对对对，国外声音也是很大一部分成本。对对，国外声音成本很高。那你们收入高吗？收入其实特别低，所以说啊，鉴于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啊，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有兴趣。不过这个是每个干每个行业的人都会这么说，对吧？很多都会这样。收入真的很低、嗯、啊，他们特惨，录音师什么的。那你那个就是一天一千的那个。哦、露馅儿，不是拍，不是拍，算了算了，说，不是算了算了，还是别说了。其实不高，就相比你看你跟谁比，嗯、你知道吗？就这种东西收入非常非常低，只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个行业。对对，其实不是，就是因为除了这，就是为了升级，是吧？你他妈能干什么呀你？哎，你说那个像那个，比如说你们会。啊，就假如吧，中国能拍一部《变形金刚》这样的大制作电影啊，就是也是特效电影，然后那肯定对这个音响啊，就是后期这些方面肯定比较重视嘛。其实啊，然后就是说如果给你们这么一个机会啊，就是肯定也会有那种自豪感嘛，就是那当然了，是吧？就是还是希望业内能同志那个给你们，其实我们认同感，做出一部影片这。就跟成就感特别大，对，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没你说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我没有。哎，就当比如说你做一个电视剧或一个电影播出的时候，然后这个片尾的字幕里面有你的时候，你看那个是什么感觉、啊？哎，就刚开始还特激动啊，特别激动，哎，就麻木了，哎、就通通哎，该个他妈打电话，哎，你看那个，快点，快点，不是截图是吧？对对，截下来，还截图。是那个您免费就是买电影票发给亲朋好友过去看是吧？不会，就肯定直接从网上截一下图什么的，不会买电影票，本身就挣不了多少钱，还给人买电影票。我想说那个，那个电影原声这块，就音乐这块，嗯。音乐，你说他们跟你们这个就是差别很大了吧？我先说一下这个，就是你刚才正好提了这个，就是电视剧跟电影的区别。嗯，就电视剧跟电影这个声音的这个制作工艺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不是声音，那个音乐啊、嗯，这音乐啊，电视剧是怎么做呀、啊？电视剧是作曲，然后根据你这个题材，直接就写好几段不同，比方说写一伤感的，嗯、写一激情的。写什么就是快慢什么各种，包括它变奏什么的，然后后期通过这个音乐编辑去给上贴。其实就是啊，就是说有一段，就是我看那个，咱们就说，就假如说五月天吧，嗯，那个他们那个监制，就是音乐不是有那个制片人还是监制吗？嗯，就是说我一个乐队我写出歌了，我写的都是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这样，然后其实这首歌听起来就是特别乏味嘛，然后这个监制会根据个人，就是我监制我自己的品味，然后或者说我擅长什么风格，然后把这段音乐就变成另外一种风格了，是吗？就是监制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是吧？对对对对，就其实没太听懂你的意思，明白什么意思？就是说啊，算了，不说这个。我先把我那说完吧。就是电影啊，电影这个这音乐的制作就不是这样的，是作曲看完就是成片以后，画面已经定了之后，作曲通过这个画面的时长，专门给这一段写这个歌，然后这一段直接卡上去，就是这个时长。做对电影、啊、就是一秒都不会那个，对对对对，不止一秒，都是他们几毫秒。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其实大家通过刚才说的，就是大家都应该能听出来，就电影和电视剧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水、嗯、不能说水平啊，就是制作的这个
怎么要求？对，严谨，对工艺标准差相差非常的大，所以还是就是推荐大家去多看电影，真的多看电影，看着电视剧真的容易把自己看傻了。那那美剧呢？那大宅门。大宅门你还看大宅门还是可以看的因为大宅门真的挺棒的对真的、哎、那个正好说到这儿了啊就是说就是你们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那个在音效各方面比较好的电影推荐你、嗯、推荐有什么那个狗狗仔推荐一个勇敢心辛德勒的名单对吧？啊，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声音啊，不能单独拿出来去。啊，我推荐一个吧，嗯、就是那个法国的那个红白蓝的那个三部曲，部曲对，嗯、那里边声音就是音乐，那就是指我说音乐弄得非常非常不错，嗯、就包括他跟那个剧情和画面的配合度都非常棒。你这个声音啊，不能单独拿出来，你要根据剧情。你这片特别烂，你声音做再好，我也记不住。嗯，对不对？你说那些变形金刚那声音肯定是很牛逼的。嗯嗯，哎，我还之前你们那个上学的时候，咱们说过，就是你们老师说这个最好的声音，就是最好的这个原声，原音乐。对，我不太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最好的音乐就是跟这个剧情画面融为一体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勇敢的心的这个音乐，它就是。是不是不是音乐啊音乐最好的音乐电影音乐啊嗯是就是跟这个融为一体让观众啊就在观众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就是他不知道现在这音乐就是他没有意识到现在音乐正在放这个可是就是有一些在观众看这影片的时候你如果专门注意到这音乐的话那你就跳戏了、嗯、这音乐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音乐。那如果这个音乐它就是你音乐它让你感觉到就是它这个让这个电影的主题得到升华了。对啊音乐就是来烘托这个、嗯、更往这个往这个把这个剧情啊 嗯就升华了。那个升华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就是它功能性强的还是好的电影原声的音乐是吧对。什么叫功能就是跟就是他起到了自己的对他对对他是为了就是烘托电影这个剧情啊对对对对对发展就是让那种音乐就是一个煽情的就煽情必须有音乐、嗯、反正我当时跟金刚在那个电影院看那个让子弹飞的时候他用的不是那个就是让给他太阳做的音乐嘛、嗯、然后用到让子弹飞里面了就一开场这个他们开始是马匪嘛就是准备要劫这火车劫葛优的时候，火车那一开头，当时他那一开场用了太阳的音乐，我一下就快哭了，特别激动。就是、行，那个咱们放首歌，放首歌，放一个那个末代皇帝的音乐。
Hello， 那歌听完了。其实真实的原因就是狗仔放的特别臭，特别响的屁，不想把这声音收起来，所以放首歌给大家听一下。那其实这首歌还是挺值得说一下，就是这首歌，特别中国，但是它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歌。然后你不觉得特熟吗？这歌音乐？哎，这歌不是那个三国杀的音乐吗？是啊。我原来玩那个三国杀，动不动就跟人吵架，然后完了，就那人就被我骂跑了。是动不动就有人骂，就无限的生气，真的。不，然后呢？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跳出房间来，然后追到他的房间去，接着旁边骂他，然后他就玩，我就旁边骂，然后完了他就跑了，然后我就加他 QQ 号的骂，你知道吗？怎么加的 QQ 号？他有时候就是写着了，当时，然后他加 QQ 号，他会有那个验证，嗯，我加了验证里边，我就是说你傻逼，然后就骂，然后他也没办法，你知道吗？他不可能加我，对吧？我就不停的骂，不停的验证，不停的骂。像你这种三国杀的玩家啊，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玩三国杀的时候最他妈讨厌的那种，就追着你骂，特别可怕。而且有经常有人就是他这像他这种可能有点原因，经常有人就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骂。可能别人出牌稍微慢一点，或者别人打错了一张，就追就一直骂。我不会没有原因的骂人的，真的肯定都是。我一般就是被人骂了，我也不说话。对，如果自己的原因被人骂了，当然不会说话。不是，不是自己的原因，我也不说话，因为我不想跟他。行吧，那咱们那个还回归主题吧。说到哪儿了？咱们之前。狗仔放了一个特别臭的屁，不要再重复了。啊，对，那个说说这个剧组里面的这个，刚才开始咱们不说了嘛，剧说剧组里边有各个这个分工嘛，嗯，有各个部门，这有你们其实是一个团队嘛，你们是一个团队合作，然后在这个剧组里面大家都是各司其职的，对吧？对，那你们这个协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矛盾啊？对，或者是。大家录音和灯光势不两立，为什么呢？有他没我。但我觉得在摄影是不是应该跟你们那个冲突大一点？摄影就是灯光主要是就是为摄影服务的嘛。其实灯光组就是摄影组的一部分。对，怎么有为什么有冲突啊？因为他妈我们老穿帮。不是为什么跟灯光穿帮啊？是因为是就我们录音那杆他妈有杆影，明白吗？哦，他灯光一架，我们有时候就没法架杆了，一架杆就影就穿到那个，但是就脸上就一他妈的柱状的黑色物体。对，又想歪了。不是，但是你想啊，就有时候屁怎么鱼味儿也这么大呀，啊？大哥哪那么有？就是我说啊，我还是觉得那个你像这个东西真是发生了，谁迁就谁啊？当然是我们让步了，因为主要还是画面嘛。你灯光一位置，你我这画面我这脸的光不对了，那他怎么拍啊？但是你比如说有的角度特别刁，你那个，就是，特别刁的那种角度啊，那就直接说我录不了。不是，没有我们录不了。对，排除万难，也要把声音是不是保好了？这边穿帮，那边就穿不了了。反正肯定找一个穿不了的。对，那只是我们的难度。其实他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也知道，就是他这么着，那我们也没法干活啊，是不是？因为所以说，就剧组里边大家还是互相比较谦让。他说这是一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灯光啊，功率灯非常的特别。它功率特别大，对，就特热，一个是特热，还有一个是它那变压器，它特别沉，它变压器啊，我们就叫牛，它那牛只要一开，那牛就会发出那个电流声，就滋那种高频的电流声，这个声我操，就你们也录进去了。对啊，那他不能不开啊，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能拿远就拿，把那牛让他们能拿远就拿远了。哎，你们有那个大摇臂吗？你看那摄影机用那种。我操，那录音不能用那个录音，不能用架子架，只能人架。等会儿还没说完呢，就是一般啊，在那个电影里边啊，他那个灯光更牛逼，牛更大。
声儿更响，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一般会去做几个那个泡沫板和木头，外边木头，然后里边泡沫板，然后就把那个箱子那个把那牛搁在那箱子里，然后只要一开机，我说开机了，关牛棚，然后啪啪啪啪全把牛棚给关上之后声就小了好多，就这样稍微好点，然后一关机赶紧打开扇，因为太热了。嗯。一会儿牛就憋死了，对，牛热死了，变成烤牛了。有没有那个像这种冲突啊？肯定不可避免嘛，没法。然后、那个、那有没有他们有没有那个特别过分的那个？那倒就是他们特傻逼的事儿，然后对你的狗仔有没有特别过分的事儿？对你有没有欺负你？没有，但是对那谁有一个谁啊？猪。就是你们有一朋友，啊，不说名了，就是咱们那同学。嗯、哦，对对对，哦对，你来说，你来说。经过狗仔提醒，我想到一件非常傻逼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在给别人录音的时候，那个导演吧，怎么说呢？哎，不地道，特别。是觉得自己对、嗯，觉得自己特牛逼，然后结果那个我们那哥们儿跟那录。录完吧，他还在村里边拍戏，然后那村里边呢，那个旁边有好多那个猪啊鸡啊跟那叫唤，哎，录半截吧，挺好的，导演停，然后把我们那哥们叫过去了，说哎你去那个让那个猪跟那鸡别叫了，然后直接我们那哥们直接回了宿舍，直接开始骂街，我骂他一晚上。啊，他去了吗？他只能去啊，那怎么办、啊？在他抱着用什么？跟猪说话，你别叫，你别叫。对，我觉得是给猪抱起来捂着嘴。对。那这个剧组里面化妆啊，这道具是干嘛的呀？道具就是你，比方说今天，嗯，这场戏要他妈杀人，道具就得给准备刀。哎，哦、这准备刀啊、嗯，这准备刀就是。他道具这种戏啊，他道具都会准备两把刀，一把真刀，一把假刀。拍特写的时候都用真刀，嗯、然后当真正要砍的时候都用假刀砍。假刀是那种扑哧扑哧可以往里收的那种，是吗？就是拿橡胶做的软的、啊、哦，弹簧刀，不是弹簧刀，橡胶做的软刀、啊。那也真得刺是吧？对，而且两个刀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所以他们刀具要去做。哎，他们那血浆什么的也是他们准备是吗？血浆是化妆甜的，特别血浆是化妆准备的。好喝吗？不好喝。你可以拿那个番茄酱，番茄酱哪像那么稠？它调的，里边搁糖、哦，红色，就是那种红色。比如说我吐血，它就得可食用了。哎，那你们那个就那血浆，比如用不完了，嗯，到时候就给你们呢弄成汤就喝了是吗？下回可以请你去喝一下，下回我们用完可以让你喝一下。哎，那我挺好奇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化妆跟这演员特别不对付，或者化间特别不带这演员，化间他能给这个演员化糙一点吗？就化丑一点？就给人画，就是画的他看不太出来，但是比如说画点转眼泡啊那种，没有人这么干过吧？我但不是不可能，你灯光一打，你那么那个画面，导演一看就该骂化妆了，是吧？对，就但是你看那什么，咱们国内的一些晚会啊，或者是。摄影的时候拍大片的时候、嗯、就有的人他这个明星就你知道吧，他的气质就不适合这套妆，或者你就咱们就说那个快乐家族吧，我知道你说就给人打扮成那样，好多这样，你说那是不是就是化妆师的问题啊？不是化妆师，就给人那个服装什么的穿成那样、是这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哎，那你们这个剧组里面各个部门哪个部门是就是不像不被不能不会被老刺瞪的牌大一点的导演？不是，就说底下的比如说摄影道具化妆灯光这些。摄影为什么呀？因为摄影一般都是除了导演摄影大哥呀。对，摄影是大、对大牛逼画面。对，就像我们那个比如说
就是我接的那个广告宣传片比较多一点，就是组里边人特别少，就好多部门也都没有，就是就那么几个人吧，十来个人去拍去。哎，我们就是我们像我们录音吧，自己一个人去，自己听，自己监听，自己举杆，自己捋线，他妈那线每次都差点给我他妈缠死在那儿，好一根线直接给自己绊死了。摄影呢，摄影就是牛逼。摄影呢，得一般都是带助理，带两三个助理，各种忙活，对，带蜜。摄影也都是男的吧？对，没有蜜吧？摄影基本上我没见过女的摄影。我操，这是谁？没见过女摄影。哦，对，那个，但是摄影确实很重要，真的。是，那倒是。那个我刚刚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我原来看一个那个台湾的一个综艺娱乐节目，然后里边他们就说台湾那边不是也有那个电视剧吗，他们那个电视剧就是拍了特别多，特别年代特长久，然后完了里边有那个古装的灵异的这种，然后那个导演就让这个道具去给我找那个人的那个头骨啊，尸体，就是骨头，然后那个他们都已经都到了那个现场去拍戏的现场了，然后那个道装啊，不是道装，道具，道装具，道具就去刨人家坟，你知道吗？真的？怎么可能呢？不是，他当时不知道啊，然后完了就给人拿过来了，然后那个导演就说：“你今天必须给我拿出来这东西。”不是，他没办法，他就去，也不是刨吧。其实一般不会这样，你哪有说你现找就有的？就是当时，你至少得几天不是这些啊，这些部门，你们可能就是不太了解，你们这觉得可能是，比方说这化妆道具，他们就是直接现场这么。其实他们也是前期准备，对，在剧组没开机的时候就已经把剧本看了，然后他们就会根据这些剧情来把道具都已经做好，对，那估计我看那是节目效果。其实那个道具在现场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拿着东西，对，然后需要摆哪儿摆哪儿，对对，准备好了就需要哪儿需要就直接现场给。对对对，说起这个啊，我记得我当年买了一件 T 恤，上面写着道具茶水，那茶水在里边干嘛的？有茶水是吗？助理，对，茶水是助理给。然后那我说那个茶水给我倒杯水是吗？就是这样。不是，一般剧组里边，反正我进的剧组啊，就是那是就是那什么，只有演员跟导演有助理，其他好像我们都没有助理。不是啊，就他们自己带自己的助理。固定班底是吧？对对对，那个大明星也有。有啊，我演员必须有大明星的助理，就是演员跟那个导演。其实一般剧组里面的明星的助理是不是就跟保姆似的呀？不是，我所说的助理就是那种助理，我们这助理也有助理，我们助理是干活，他们助理就是杂事儿。对，杂事儿。他是一演员嘛，他说那个有那一阵儿我那个没就是在家待着呢，辞职了，然后他说你可以跟我去剧组，然后我说那我干嘛呀，他说你就盯着这个，当时他那是电视剧啊，他说你就盯着这监控，是要监控吧？那个监视器，对，他说你就看这导演什么时候给我拍特丑，你就喊停，你就跟他说，然后他停，然后我说我有什么权利这样？这不应该是就副导演或者是你们像这种情况啊，你们甲方是最大的，因为你们是客户，你们签合同，你们是甲方，你们委托剧组去给你们拍东西，所以客户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就说我可以说你当拍太难看了，其实就是他们算对出钱的那一块儿。对对对对，你出钱你最大，就相当于你是投资方。我不是说我是演员助理，我要去了的话，演员属于那个公司的。对啊，但是你是那公司的钱，对啊，是给那演员拍一个什么广告什么。不是电视剧，对，就像我们接触比较就多一点，就是拍那种宣传片什么的，因为就我们拍宣传片啊，广告什么的，一般都是就是有公司来委托，就是其实公司算一中转，公司来委托，他属于小甲方委托我们去给他拍东西，他们说话特别管事儿，就你们提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就都一般都这样。那你说遇上那种特别耀武扬威这种小明星有啊、小明星，当然那是我朋友，要不然我肯定也不就到最后我也没去，因为他说对对有的我需要、这个、有的明星嘛，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也不太好，就是
自己有点名儿吧，然后就开始，就开始各种架子，对，臭牛逼了，就开始。有吗？就我之前拍戏，有一小明星，也不是就是那种八线那种，就根本就没见过那种人。然后就是特事儿逼，然后摆架子，然后给有时候还给导演甩脸子，然后直接被导演骂哭了。不是自己作的吗？是不是？就是我是觉得啊，就是越是这种特小的这个明星，就越能这样，那越把自己当事儿。其实你看那些，其实也不是。嗯，真的就是有我知道有一明星嘛，就是哎呦，你说其实现在人青年的导演多不容易啊，对，然后就挑这挑那的，然后把人家导演给换了，一个演员可以要求换导演，嗯，这个是导演才应该是看着急，这个是什么呀，看这个演员的价钱，演员价钱就是之前我也不说是谁了，就是全剧组跟着这演员跑，演员说我今天要在这儿拍，全剧组坐火车去那边，因为你要把这个演员从那边调过来的时间，他所付给他的钱还没有给剧组全剧组的钱多，嗯，所以说全组要跟着他跑。哎，可是这个如果是现实，就是这个他现在说我要去那儿拍，嗯，这个如果跟着他跑的话，比如说他要去某个那个什么偏远的地方，一个稻田这块儿，然后你在这个田里，嗯，你拍戏嘛，你们不是什么四害嘛，对吧？剧组，对，你把人家老农民的那个田，你给人家践踏了，给钱呀，给钱呗，就直接跟制片跟人谈去呗。等于说，可是你这样的话，你制片就没有时间去跟人沟通了，你要等那演员，你要这样的话，拍片是最大的，制片就是为了，嗯，制片的作用就是。就是不要让这个片儿，嗯，拍片的过程中出现，对，就是说沟通嘛。那演员他如果突然这样的话，制片也没办法，是吗？制片只，啊，制片就是协调呗，只能协调。说是制片那什么，其实挺苦的。不是，制片不是分很多种制片吗？大组，啊，嗯，制片有什么呀？生活制片很多制片，对，嗯，最大最牛逼的那不一点都不苦。最牛逼制片主任不苦，制片主任基本上都很少去现场，就跟那现场，就是制片。制片组分制片主任、会计，然后，生活制片、现场制片。现场制片其实就是那什么场工头，对，协调。嗯，其实就是哎，给我搬那东西啊，你那个什么，其实你把这拍那什么现场音乐那广告那就一个制片，他其实就是现场制片。对对对，嗯。然后有一特逗的事儿，我之前拍戏，那他妈的，我们拍那什么。拍戏晚上收工回来，看见那个生活制片跟现场制片俩人脸上全是伤，然后都一打听怎么回事，俩人打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制片是管吃住的，嗯，然后那个现场制片想多吃一个包子，生活制片不给，然后俩人就打起来了，就为一个包子是吗？一个包子引发的血案。对，我好像真是在网上也看过这个，就一个人骂。好像就是包子，不知道你是不是你说的那。你说那应该是鸡蛋的那个，就是说他有蛋，哦，对，鸡蛋，我这没蛋呢，我一蛋哪儿？对，蛋，我蛋哪儿？哎，其实我们拍戏，剧组生活其实挺苦的。嗯，就之前剧组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笑话，就是说大家一块儿他妈拍戏，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跟路边大家都蹲着，导演也其实也差不多就蹲着，然后一块儿吃饭。然后吃盒饭嘛，嗯，然后一妈妈领着一孩子，嗯，然后那个经过，然后跟孩子说：“你他妈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他们一样。”当时全剧的人都疯了。哎，是那个你们是建议喜欢音工的人，不是喜欢这个音乐的这个人，想做录音工程的这个人，不是想做那个电影音效的人。啊，这个不要干你们这个。那你们这剧组里面有没有一些部门，它是稍微轻省一点，然后又能挺搂钱的？服装、道具都搂钱。道具吗？道具不是也挺苦的吗？道具不苦吧？道具准备东西，但是你，嗯，前期的准备比较苦一点。它是操心操的比较多。它是从你今天你没准备道具，今天要拍这个，没这道具你就傻逼了，没法拍是吧？啊，就没法拍了。嗯，那道具他搂钱，他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用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买这个东西我报价报的高，对对对对，所以我能搂，服装也是这样，哦，就是服装你报价报高了，剩下钱都是。哎，那里边比如说这种电视里边广告，嗯，投放广告的时候，那就是制片
就是在投放广告。对啊，就那种比如那种 啊那啊植入广告，这个还真不太了解。我们没有投过这个，我们在拍片过程中没有出现过这种要植入广告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应该跟那个投资方那边有关系吧。就是他那边谈的，对，这些植入广告肯定都是投资方投钱了，对，嗯，其实他们也能那个，设计一些广告，但是我们拍的东西都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投不投入广告也没什么意义，嗯，其实等于这个剧组里面最苦的，就是说你们等于是没什么地位是吧？上摄影的大哥，对吧？地位其实不低，对，比他妈什么服装道具、化妆要高、啊。其实比厂工高很多，对吧？那是的。厂工是那个喊那个牌儿那个，不是不是，那个是厂技。厂工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嗯，就是这个就苦力呗。这个、钢琴碍事儿，把这钢琴给我搬走。嗯然后就把钢琴搬走，就是你刚说那个，咱们那同学那个说那要把让那猪别叫，那其实就应该让厂工说你去把那猪让别叫，就你不管怎么弄，你把那猪杀了，你也让他别叫。然后而且这话应该是我们来发，就我们直接叫厂工，你去把那猪让人别叫。嗯，应该是这样。那摄影是不是有时候也挺危险的？因为我看过一个就是。啊，每个摄影师都是那个，嗯，啊，就怎么的，就是为了极端的镜头。哦、我之前有一那什么，有一朋友拍戏，也、嗯、他也是录音师，嗯、他拍电影的时候，就大摇臂，嗯、大摇臂、啊，对对，我看那也是特别高，那个、嗯、摄影师也坐在上面了，对对对，直接轴断了，摄影师直接掉下来，那戏他妈停拍了好长时间。我看的那时候也是大摇臂、嗯，但是他呢是坐在上面，然后有拍一个车过来的。车过来一个镜头，然后呢，当时就想低一点，低一点，然后想就是画面好一点，结果太他妈低了，然后车给他撞了，就没直接撞上他，但是勾着他了，然后他就翻了。其实这些都是这种敬业精神的表现，就他为了要这个画面，他必须得这么干，嗯，挺危险的。等于说你们这个没什么危险吧？我们这个。没遇到过什么危险，那杆应该不会断了，对，断了也会砸着演员，就会砸着我们。而且就算砸着演员，也就跟摸一下没什么区别。对，太近了。你们那个有遇着什么小明星或者大明星的？他们那个有没有在剧组中遇到过这些人？遇见过。狗仔应该比较多吧。还可以，对，给大家报一报料。嗯，咱说点好的吧，不说人坏话了。谁愿意听？谁要听那好的？我不愿意听。说点好的，说点好的。坏的也不敢太说。我遇见第一个明星就是文章。啊，什么时候啊？像文章这么火、啊？五年前吧，那时候还不是很火。五年前、啊、是刚拍完《奋斗》。拍完奋斗、哦，那已经有点有点名气了，对、嗯，就那时候已经有点名气了。那时候其实文章其实现在还，我觉得就是这些性格已经沉下来了。那时候可能还稍微有一点，对他是特能喝吧，我看那个对对对那个跟郭德纲那个金夜有戏，那么喝。其实这些大明星啊，平时就跟正常人一样。你像这些没有。就文章是当时是属于什么呀？就是跟他不熟的话，可能还稍微有点架子、嗯；熟了，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挺随和的。哎，这帮人是不是一看见就觉得这个人是明星，就是举手投足啊那种，就那种感觉？反正我们就天天一块儿，他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吃饭，出去吃饭是吗？出去吃饭的时候必须戴墨镜，在路上必须戴墨镜，压每回都必须戴墨镜。他穿着打扮还是什么的吗？穿着打扮。我就不方便说了什么呀黑丝啊怎么这么说人家呢我还挺喜欢他他那什么他跟我还是老乡、陕西的哈对对然后我们还说就直接工作的时候直接就陕西话对话啊你还跟他那个有过交流是吗肯定有啊交流啊、他还特那什么就跟我说哎北京哪有陕西小吃特好吃咱自己吃去然后那什么，就每回我叫他都不叫文章，也不叫文老师，人文哥，就是我们那陕西话叫文哥啊。文哥陕西话出来就是文哥了，是吗？那你叫他媳妇有什么区别吗？文哥跟文革哦，
那你见过他媳妇儿吗？没见过。那时候没结婚呢。他那结了婚好像。他那时候那什么，那钥匙链上面全是埋的照片。挺埋，估计现在没有了吧。然后就不知道了。其实这些明星的这个这些助理和经纪人都挺苦的哈。因为我当时我那朋友说你要来了之后还得叫我起床。然后说这个这他普通的一般的话冷了得披衣服。然后有时候可能还是得端茶倒水，这些可能涉及茶水的一些工作。那然后反正我听了之后，他说你没事的话，你可以来玩玩，挺有意思的。我说不去了。我觉得你这朋友跟你有仇。不是，他说一般的工作是这样，但是让你去当那四大害是吧？那个我记得原来看那个甲方乙方，他们那个徐帆不是打工的吗？然后住在一个那个大户人家。然后完了，那个葛优演的那人就是联系了一个剧组过来拍戏，就给人那个屋里整的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不是甲方乙方吗？啊，不是，不见不散啊，对，不见不散。不见不散。然后当时就，就有这么个印象。然后反正那个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就是搞摄像的这些人，就是咱们现在不是有摄影信吗？嗯，也有些人做摄像，反正就特苦。然后我还帮他们拎那个。帮他们拎过那个机器就特沉，对，主要是镜头特别沉，他一下拿他妈一堆镜头，镜头挺沉的。摄像不是说嘛，就是把人当畜生使，是吧？嗨，其实我觉得在剧组里边吧，大家在同期拍摄当中，一基本上都是苦中作乐，就是自己找乐的。对，你只能自己找乐。其实那个。强度工作强度非常高，一般都是起得很早，然后睡得特别晚，然后还都是体力。我们当时拍戏的时候，就是一电视剧，从早上6:30开工，一直拍到第二天早上10:00，我连轴转了哈。那不是我吗？什么时候？就我上回就是拍一个广告，我说是我拍电视剧哦，我拍一广告是从第一天早上六点开拍啊，六点开拍你就想得4点多起床，六点开拍，拍到，就是我算了一共工作了26个小时，嗯，中途睡了1个小时。哎，那像比如说你们这种。搞这个技术活的这些人，嗯，他是也是签在一个公司。搞技术活，我们是搞技术和艺术。你们搞艺术活的这些人，嗯，也是签着公司是吧？不是，就是跟着。私活是吗？一般都是。现在同期录音师啊，对，就基本上都是个体。对啊，就是他们都是，其实就是自由工作者。对，其实包括那个他们那个，其实也不能录音，也不能这么说。你像我接触的归属，比方说南影厂的录音师，他也可以外边接戏。对对对，他属于一个单位，他也可以外边接戏。对，就我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基本上都是散活，就是他没有，就是都是属于那种就没有正式的工作，就是一个他就是专门接活。正大不跟那个工头带着你们干去？也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那你们这个，如果像你这种哈，嗯，如果你没有，现在你不是有这个自己的正式工作吗？嗯，如果你没有自己正式工作，是不是就不是很稳定啊？对，其实不是很稳定了。其实，如果要是你要是拍那种电视剧什么的电影的话，那是还挺稳定的，因为它时间长啊，一部电视剧3月，一部电影那就不知道得什么时候了。嗯，然后那个。你像我们这个就是时间很短，因为它就是几分钟的一个东西，哦，就它不固定的话，所以就收入就也没什么保证，所以还是得找一个正式的工作。嗯，其实，在剧组有时候其实还是挺温暖的。比方说，我们去那哪儿，就是去上我刚跟你说那个去那个清江组，就我跟设计师那个作曲去那什么的时候，刚好是圣诞节。嗯，就全剧组每个人都发礼物，圣诞礼物。什么礼物？是一个当时一什么？然后是一会亮的，还会变色的一个小莲花灯。就是这，给我发一个这个吧。然后有时候你像我们上回拍戏，然后那副导演过马路的时候，让一摩托撞了，然后那摩托车那俩小孩你知道吗？小孩下来直接瞪着眼，其实他撞我们。说你不好学习，你干这行，直接后边掏，直接搂出一把砍刀过来，
然后我操，全剧组人三十多人全上了，这小孩都慌了。哎，对，还挺团结的一件这种事儿。我之前就有跟剧组有一摄影给我讲的，就是说他们去那个拍电影，我忘了什么电影了。然后那个就是在一村里边，然后就车直接跟人打起来了。跟人打起之后，一会儿全村有人都上了，就给人打跑了，打跑了。然后之后那帮人把村里边人全给叫来了，直接把所有剧组人全他妈给打了，整个对整个全。女的也打了。我那朋友那摄影就本来不是他的事儿啊，然后他想坐在车里边躲过一劫，然后直接让人给揪出来。行吧，那时间差不多了。嗯啊，那个。正好最后了，咱们那个做个总结，嗯，有吗？有啊，那你说说，说感想。做我们这个声音行业的，在中国真的不是，中国这些电影就影视行业不是很重视我们这声音部门。嗯嗯，那别哭啊！哎呦，反正今年挺难受的。不是也有温暖吗？对，其实现在好多好多那种就是青年导演都还现在已经改观非常多了，就是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重视这个声音了。但是它也分很多种情况，嗯、就是说现在导演分什么呀？就我跟过的导演，他有的是他非常重视声音，他知道声音很重要，他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你，这种导演其实最好。他不懂，信任你。对，他不懂，但是他不懂声音，但是他把权力全部交给你，你说哪儿不行就听你的，这种其实我觉得挺好。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他稍微懂一点，他也重视，但是他懂的就是乱七八糟，他皮毛，然后他皮毛他指手画脚，他不知道这块到底怎么弄，但是他认为是那样，其实不是那样的。对，这对我们压力那跟他也说不通是吧？对对，还有一种就是。根本就不重视声音，那就是就胡来。对你 这块不用录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就有这种导演，对，就遇上这种导演，那我们就只能是轻松的，但是心里真的挺难受的。对，因为质量没有保证，说明你们还是很敬业的。那当然，那是、啊、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那如果给你100万，让你别干这行了，你干吗？给我快点。快就100万你就抛弃了就直接拿来吧，别这么多说什么多废话。对，这不太可能了，100万不可能干。嗯，这节目最后呢你说。就是还是说就是希望提上。其实观众可能也不是很重视声音啊，是吧？对，就希望大家都重视，可能也不知道你是干嘛的。对，多关注一下我们。对，也是一拍一部电影，其实我就觉得电影是各项艺术的一个综合嘛，嗯，然后也是希望你说我吃三个馒头饱了，那前两个是不是对吧？就是大家各每个环节吃成前两个，第三个就能饱，就是每一个环节就是都是很重要的，都是一个合作才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对，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去那个。留意咱们这个音效各方面的这些工作。嗯嗯，我再说最后一句啊，刚才那个比喻不是特别恰当，然后我说完了。对，行，那个咱们就到这儿啊。嗯，对，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就跟大家说几件事儿哈。我们现在开放了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博扫描二维码，就是头图上有一个二维码，扫描那个就可以加我们好友。嗯，然后每天呢会大家发消息，可能就是主要是以高清的资源为主。对，然后呢也可能也会给大家发点片里的画，这种我们微博现在固定的这些话题。什么片也是。各种片儿啊，肯定不是毛片儿啊。嗯，那没意思。呵，那也得需要你们提供、啊。毛片没有画，毛片啊。然后你可以不用加他们。然后大家在那个微博搜索“电影不无聊”五个字，就可以搜索到我们啊。然后扫那个二维码，或者是在微信里直接去输入那个“电影不无聊”的英文首字母。对，然后下划线 PQ。嗯，我要不会打字儿怎么办呀？怎么可能呢？那就摇一摇吧。那个你们是保持24小时在摇是吗？我们那个弄这个也是为了大家那个
可以参与到咱们节目中，比如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嗯，对我们的想法，嗯，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也是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或者什么样的，咱们一块儿去探讨一下。对对，可以聊天嘛，聊聊天，家长里短也可以聊，嗯，是吧？三姑六婆十八姨的什么这些破事儿都可以聊一聊。嗯嗯，对。然后那个最后就是还是感谢一下，就是特别支持咱们的那些听众。对对对，现在有固定一批，这个有一些朋友呢，嗯，每天都会在微博上跟我们聊天，跟我互动，对，跟我互动。嗯，接下来那个，队长不是局长，局长我也就说了我的真实身份了，我是做设计、做美术的，嗯，然后也是自己的一技之长，给大点做点好玩的东西出来，然后到时候咱们的这帮老听众，然后咱们都给大家发一点小礼物，对。对，给大家点福利。对，给大家点福利。行，那就这样吧。嗯，好，再会。谢谢大家，再会，谢谢大家，再会。Lo, lo, lo.